I know. Well, I'm...砍了，他们做啥嘛？先别你跳起来，他妈那个，先砍了，别你他妈砍好了，你先接口活动机的顶上。 现在是什么教学服，然后把那个房贷款？你还不随便套房吗？不是，我说你那家有一套房了，这样随便是二套房。 就我说，是福袋不是？啊，我现在在那个汉尚名家这个地方。你那你上海的那个汉尚海？东门是一博，它是一博一是吧？不是吗？不是，就那个汉尚名家烤吧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那方向盘啊。一万多一点，这个应该大。一万多，再90万。没有七八线，不用七八线怎么行？你要是花5000的话。 交通银行不带交通银行，不带交通银行，不带交通银行。嗯，它开发商有指定银行，但是就是说这不带交通银行。交通银行它现在新加的政策是，如果要换放贷的话，需要交1%的违约金，提前还。 全怼死的话，嗯，他们他妈下文件了，批了，我操！
那改就行。反正我琢磨你那个家里面那个房儿，怎么也得花个一年左右。还一年的话，前期还的真的不行，我看了看了，前期真的不行。前反正你待多少年？待13年，你待30年，反正前15年一般。你先留这个名片，真好多。你看好那套房了是吧？毛坯没去看啊？去看看呢。对呀，你去看看。不用样板间，他108那个毛坯房吗？金壮可以去看看吧，金壮这不装好了吗？我能去看吗？戏法啊。戏法不买，你想什么呢？戏法不买，你去那边行行，你妈很难，我看你妈说你说听不懂都听不懂，我天！画人，我知道。哎，咱最好是不懂戏法，戏法，风险太高了。你看看，你可以留这个面盘，那块像就像了。气法的话，最好。他这样起归样起，他有钱归有钱，万一要是哪天就停工，他明年交不了房，你看这要房卖去了，这哪知道？而且你看那个房是个几楼？然后那个你看好那个是个十几楼。